你们还有谁想来？还有我。不想落个终身残疾的话，别起来。喂，你还能不能站起来？别看了，只有你能听到。如果你还有一点力气的话，那就站到我的面前来。还看什么？ 再看那个白头发的家伙，就要把我带走了。赶紧的，站到我的面前来。唐莲，我本不想杀你，你又何必逼我？还有多少暗器？透骨钉、铁脊、龙须针，你只有一击的机会，全部放出去。 万术飞花的手法不是每个唐人都能掌握，但你是唐莲，你一定没问题。既然你执意如此，那就再接我一剑，就是现在。 失望，不过这种程度还是挡不住他多情。